中国丝织技艺已经有7000年的历史了。经过不断的改良与进步，逐渐形成了这些色泽光丽、状如天上云彩的锦缎，被称作云锦。在中国古代，只有皇宫里的权贵才能享用云锦。古代帝王还在南京设立了织造府，专门生产制作御用的云锦。在中国古代，只有皇帝的衣服才能使用龙的形象，所以被称为龙袍。在北京定陵的墓葬里出土了一件明朝万历皇帝陪葬的云锦龙袍，可是经过漫长的岁月，龙袍已经破损，只剩一些残片。但从缕缕残片中依然可以看到当时云锦织造工艺的精湛。云锦织造工艺大师们正在准备复原这件龙袍，这将是一次不小的挑战。复制龙袍首先要从图样设计入手，将选定的花色图案放大数倍，绘制在细密的网状格子里，从而明确未来织物图案的位置和色彩。并且用结绳的方式将这个信息保存记录下来，这个工艺被称为挑花结本。这个过程相当于软件设计，它用古老的绳索记事的方法把花纹图案色彩转变成程序语言，在上机进行制造。这部高4米、长5.6米、宽1.4米的庞然大物，正是织造云锦所使用的大花楼提花织机。虽然经过了千百年的改良，但结构依然很复杂。织机分为上下两层，由两人共同操作。上面的拽花工负责发送指令，依据结绳记录的位置和颜色提拉经线。下面的织手收到指令后，在对应位置和颜色穿梭引线。拽花工相当于敲击键盘，织手面前的织造面相当于呈现图案的电脑屏幕。一件龙袍结绳的信息有上百万条，这需要百万次循环往复的织造才能完成。我们所看到的云锦都是这样一点一滴地织造而成的。即使是配合默契的老师傅，一天也仅能织出几厘米，足以看得出云锦的珍贵。云锦之所以这样华丽，是因为在使用传统丝线的同时，还加入了许多贵重的材料。而在织造龙袍中，金银线是必不可少的。过去的工匠需要两人反复捶打3万多次，才能将厚重的黄金打造成像纸一样薄的金色薄片，再切割成为一条条纤细的金线。孔雀羽毛具有天然的美丽光泽和色彩，工匠们将孔雀羽毛碾制成翠羽线。这样的材料织造在云锦上，可以让花纹艳丽华贵，
色彩将会随着光线和角度而变化，产生不同的效果，更加彰显出云锦作品的绚丽与不凡。复原明朝万历皇帝的龙袍，整整用了3年的时间。龙袍身长134厘米，袖长240厘米。龙袍图案只有540只仙鹤、540只灵芝，以及1045个金色的寿字。还只有18条姿态色彩各不相同的龙纹。高超的云锦工艺一次性制造完成，使得龙袍更加精妙绝伦，是云锦制造工艺中的绝世精品。作为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云锦是中国丝织工艺史上的里程碑。华美绝伦的精工细织，展示着闻名古国的锦绣传奇。